了剪头发、剪耳朵毛，然后洗澡。然后呢？我的天哪，我的鼻子，为什么卫生纸你没跟我讲？我鼻子痘痘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！而且我每次都会因为一颗痘痘，然后心情不好、郁闷、忧郁。剪头发喽！Kara 帮我们家亚瑟剪一个，因为大家可以看他现在刘海是属于比较长，然后有点微卷的状态。那由于夏天比较热，所以我建议就是长发狗狗们可以来一点，就是包脖头一点内弯的感觉，所以长度大概是及肩哦，及肩他们这个地方。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小心不要剪到他的耳朵，他耳朵在这边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已经剪了一个就是很齐的一个头发。金架最流行不对称，是一边 OK 了，差不多这个长度，然后我们慢慢修。好， OK， 他的毛发非常的旺盛，这边很会剪，是比较顺一点，不觉得吗？看爸比，看爸比，这边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漂亮，有一样吗？好像还行，还行啊。那我们先大家洗澡。三，不要怕，过来，男子汉大丈夫不会怕洗澡，快点，去找爸比，逃走。你以为你逃得过我的手掌心哦？走吧。好，爸爸，加油！我们现在在帮他洗澡。好，等等等等。你看那个表情。你刚才讲甩甩，他就懂甩甩。他一副很胖。好的，今天的一个洗澡流程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最麻烦是我的痘痘，最麻烦的就是吹头发的部分了。今天的亚瑟剪发剂就差不多这样子。亚瑟新发型成功，成功耶！真的有成功吗？奇的有种时尚感。他已经，他已经，他已经是你毁的。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那我们可以再打包一点吗？他不想给你剪了，你看，他不想给你剪了。你看你剪，他刚才我们剪，他还亲我，他你剪就变这样。嗯，他亲我。